很多产品，我觉得你得从最早一代开始看，你才会发现到了今天它的变化有多少。Insta360 从2018年的第一代 X， 在几年间从这样慢慢变成了这样，这个提升当然不用说是明显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当初买过它的第一代产品，你觉得现在你用它的方法有没有产生本质的变化？那对我来说是有的。过去买全景相机，我最早的目的是用来拍全景图，来给我们的特效团队做一些特效，但这个市场真的很小。那后面我们发现，也许可以拍全景的画面，拍视频，后期戴上 VR 的眼镜来看，但这也证明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苹果到目前也没有搞成。但是 Insta360 这家公司，我觉得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们渐渐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点，就是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怎么构图，或者不明白我到底什么时候该把镜头对向哪里。那这个时候全景相机有没有优势？是有的。我把全景画面变成一个 2D 的视频，以任何视角来进行观看，那他们获得了成功，拍到比拍好更重要。那另外大量的车祸素材也都来自于全景相机，那虽然这不值得笑，但确实也证明了它的特殊性，在面对没有时间管机位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选择。那全景相机的弊端其实也很明显，镜片磨损还有暗光的画质就是它的两大硬伤。那按我们摄影的话来说，就是在夜晚它就是在能看和不能看之间反复横跳，但是和好看没有太大关系。那镜片磨损也是特别容易导致全景相机画质出问题的点，只要有一条划痕，光打进来就会有独特的眩光。那过去我说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法，但这一次 Insta360 给出了一个比较奇特的方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比如说你见过能够直接把镜头模组全部拆下来让用户自己换的这种运动型的全景相机吗？他们真就这么做了，给了用户这么一个选择，也确实让这台相机获得了一个长久稳定持续的高画质。过去我们团队假如在室内使用全景相机，比如说我们在火锅店拍摄过这个谁动谁买单的节目，那很多时候它的画质就是处在一个将将够用的程度。过去的全景相机大多都是阳光机，阳光之下还不错，但是一到室内就会有个明显的割裂感。那因为上一代使用的是两块二分之一英寸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它有多小呢？你看现在的手机，它的主摄大概是这个大小，它比手机还要小不少。那到了 X5 这一代，它传感器确实变大了不少，变成了这个大小，两块 1.28 分之一英寸5030万像素的传感器，那尺寸和目前的主流运动相机基本上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之上。和 X4 相比的话，你看这个画面的提升我觉得还是可见的。那实现这一点的核心，除了他们的传感器，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除了5纳米的 AI 芯片，这次又加上了两颗新的影像处理芯片。讲真的，我不是很确定这么多芯片一起在做啥，但是暗部的噪点还有过去全景相机的一大问题，这个动态范围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提升。那比如说你看窗外直出直下是能够看到区别的。那甚至 Insta360 在菜单里面还增加了一个夜景模式，防止夜景拉得很糊，但是又不会噪点飞天。那晚上拍，现在你不说它能拍得很好，但是相比以前，我觉得也算到了一个能看的级别，还不错。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这一代 X5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就是全景相机录制过程当中你所看到的画面和录制到存储卡里面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你在眼睛看着屏幕的时候，它的画质是远远低于最终录进去的画质的。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噪点。其实我挺希望 Insta360 能够让前期预览的媒体流更好一点，但是目前看起来除了噪点比上一代少了一点，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录制规格上 X5 和 X 的区别乍一看是不大的， 8K 下是30帧， 5.7K 下是60帧，子弹时间这样的模式也是保持在 5.7K 120帧和 3K 240帧，没有明显区别。那过去全景模式拍摄素材大部分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后期导出成一个 2D 的视频，你才能在朋友圈分享给别人，但是现在 Insta360 多了一个叫做动态跟拍的模式，逻辑很简单，它在拍摄过程之中通过 AI 芯片来自动给你构图，生成一个可以直接拿来分享的 1080p 的平面视频，同时帮你保留一个 5.7K 的全景文件。但是我讲真的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 Insta360 应该做一个机内回放的功能，然后你点一下这个东西，它就自动帮你重新跟踪好，再帮你导出一个 4K 的平面视频或者一个 8K 的全景文件，你不需要到电脑或者手机上面再来处理这个视频，对吧？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多人想要的功能，但是当前还没有办法做到。那 iLog 是 X4 上面取消掉的一个功能，上一代 X3 是有的，但那个是一个假的伪 log， 不是一个真 log。 到了 X5 上面呢，隔了一代，现在它有了一个真正的 log， 它和 X Pro 2是差不多的一个逻辑，能做的就是保留更多的高光和暗部细节，你耳朵已经听出茧子了，反正 log 就这么个功能。那 log 它有缺点吗？当然也是有的，这个 log 曲线本身设计的是不错的，但是它目前是一个8比特的视频流，所以导致结果就是它的暗部噪点会比较多，假如调色调得猛一点，你是能够看到断层出现的。而且最高它目前只能够在 5.7K 60帧之下启用它，所以综合看下来，这台相机的定位就是一台直出型的相机。那直出的画质 X5 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的肤色还有整体的高光调整经过他们长时间的演化之后，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泛用了。你要我给你一个参考的话，你看它和 Pocket 3会有点像，认到人脸之后对人脸的亮度是有单独的优化的，这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从 X3 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用它的单镜头模式进行拍摄，后置镜头拍完别人，然后再切换过来用前置拍自己。那它和手机的用法是一样的，但是手机的前后镜头它没有一致的画面，但是这台设备它有，我就很喜欢用它独特这个形态来这样握持进行拍摄，确实比别的相机要更舒服一点。但在上一代 X4 上面，当我在录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需要先停止录制，再切换镜头到前面来拍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那 X5 上面这个问题现在被解决了，现在录制过程中你只要触摸一下这个切换镜头的图标，你就能够实现前后镜头的切换，只不过这个前后镜头切换的过程，这个监看画面会有一个一秒左右的模糊再切换的过程，但在成片里面是不会有这个过程的，音频也是一整个连续的，所以拍摄 vlog 还是非常泛用的。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改进，现在我就可以像这样自拍，然后再切过去拍别人，相比像 Pocket 3那确实会更加无感一点，毕竟你要用 Pocket 3拍的话，你会有物理云台转过去的一个过程，一定程度上会打断你表达的节奏，这个的话会更一体化一点。所以综合看下来，有个很奇怪的就是，目前我很喜欢把全景相机的两个镜头掰开来用，就和手机有点像。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功能其实当初是在我们这个视频上一代的评论区反馈很多的一点，没想到360他们真的把它做上了，所以还挺感激各位的。我们一起发声，居然真的有厂家会听，我觉得还挺证明这个是有效的。收音方面，这一代机身内置的麦克风做了这样一个防风钢网的设计，那确实可以过滤到相当一部分的风噪。那只不过全景相机实际使用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架在很长的自拍杆上来用的。那过去 Insta360 缺乏一套自己的无线音频解决方案，那现在你会看到他们有了这么一个叫做 Mic Air 的麦克风，看上去还挺轻便的，同时也可以控制相机的录制。只不过目前我手头上没有任何样品，它也还没有发售，等到拿到之后我们可以再来品鉴一下。智能方面，我觉得一直是 Insta360 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手势控制、语音识别它都是非常精准的，我自己很乐意用它，现在大部分时候我拍摄我都是这样，你看就能够直接触发来进行录制，误触的概率也不是很高，你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它才会认到。那唯一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就是，假如你去电音节或者音乐节，所有人都把手给举着，那这个时候就很抱歉，它是不认主人的，它不知道你是谁，谁都可以举下手把你的这个视频给停止录制。所以估计 Insta360 他们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个新的方式来触发，叫做这样扭一扭，就是你有自拍杆的话，你扭一下它就会开始和结束录制，也算是一个不会受干扰的录制方法，我觉得还可以。那重量方面， X5 和上一代相差的是0.5克，你没有听错，只差了半克，我觉得评测里都不值得讲。那这个形态的机身配合上这个材质，你看既有麦克风又有扬声器，拿在手上其实就始终会给我一种大哥大的感觉。那真的要论外观上的差异，其实我觉得 X5 这个形态现在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可能这一代我猜他们想做的是跑车，但是感觉最终做出来像是一个万花筒的感觉，没有那么好看，并且 X5 的体积相比 X4 高了那么不到1毫米，所以 X5 放进 X4 的兔笼看上去好像是可以贴合的，但是顶盖是扣不上的，硬要装可能会把这个机身给挤爆。
这一代的 Type-C 口从电池的这一侧换到另一侧的底部，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进步，因为不需要像 X 那样用手去抠开它，然后现在一滑你就可以去给它充电。电池也从上一代的2290毫安时变成了现在的2400毫安时，体积上好像没有差多少，但是模具是变了的，所以上一代的电池是不能够接着用的。存储卡槽的位置是我觉得这台相机目前让我比较烦的一点，就它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是在这里面，所以你要换卡你得这样先得把电池拿掉，然后再把这个卡片给弹出来，是个比较多余，尤其是像我们拍摄综艺这种机位很多的时候，下卡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外观除了这些，可能最核心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发生在镜头磨损这个问题上面，这是所有人都关心全景相机的点。 INSA360 我相信一直在努力让全景相机的这个玻璃变得更结实，这一代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提升，他们特别做了个镀膜，所以相比上一代理论上它有更好的耐刮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莫氏硬度是一个做玻璃的厂商的魔咒，只要是沙子这样莫氏硬度很高的东西，它就是能够划破玻璃，玻璃就是玻璃。那 INSA360 除了加强玻璃之外，他们想了半天，我觉得第二个方案是最逗的，怎么样让用户的相机不会划伤？答案就是我干脆放弃了，你们直接买我这个替换镜片，真的坏了你买一套这个东西，你自己把它拧下来换上新的再拧上去然后就好了。这一套新的镜片目前的定价是199块钱，你觉得这个价格贵不贵？而且我自己尝试更换了一下，它整体切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唯一一个情况之下是你自己没法修复的，就是如果你重摔了这个相机，它有可能它整个镜头模组方案里面掉，这时候它那个工具就取不出这个镜头了，必须要返厂。续航我们目前测下来 X5 在 8K 30帧之下录制到1小时18分钟过热关机，电量剩下 19%， 但是 5.7K 60帧录制到1小时50分钟也不过热，相对应的 X4 的成绩是1小时42分钟，而且它现在有了一个长续航模式，说白了就是禁用掉一些或许用不到的功能来换取更长的录制时间。那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棒的，我们测下来目前它限制在 5.7K 30帧的情况之下，录制时长可以到3小时整，这个录制时长非常夸张了。充电方面它目前支持快充，20分钟能从 5% 充到 73%， 相比 X4 也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提升。那除了这些基本功能之外，现在 INSA360 还增加了一个叫做云服务的功能，简单来说素材先帮你上传到云服务器之上，然后让你用手机端在线剪辑，靠云端算力来帮你做这些东西。听起来不怎么常用，但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INSA360 支持帮你在云端生成一个网页，别人不用去下载，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景的素材。这确实是我觉得云服务很特别的一个方式。那它目前的这个价格是 200G、1TB、2TB 的套餐，各自有不同的定位来帮你获得这样的效果。反正总的来说 INSA360 在全景相机的玩法上面开发的还是挺多的，就相比单纯的硬参数，全景相机是特别需要这些软件功能的。那比如现在他们的 APP 里面能帮你快速定位方向，帮助你运镜什么的都可以，但是专业的插件还是少了一些，比如说达芬奇的插件我过去呼吁了好久，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出，如果出的话我们公司的剪辑一定是为你们鼓掌的，但现在还没办法鼓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INSA360 X5 体验的全部内容。我觉得现在全景相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它的定位就是能够帮助你无感地记录下空间，并且在未来能让你任何形式去看它。那这一点上 INSA360 一直在尽他们所能，解决可能会影响你重回现实的阻碍，不管是炫光还是损坏，确实这一代都改进了不少。那下一代呢，我特别喜欢替厂商先想想下一代该怎么样。我呢又到了 Team 的胡编环节，我想讲一个概念，不知道你是否认可。如果下一代在这边再加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镜头，你会发现这个相机的形态非常特殊，它和人眼的瞳距是几乎一样的，所以很少有相机能够拍摄瞳距正确的空间视频。如果将来你想它有三个镜头，这里这里这里，正面能帮助你用空间视频留住你眼前的东西，背面是全景相机帮助你留住一切，这样的设备你会想买吗？加上云服务，对吧？是我肯定做这个生意了。我挺希望 INSA360 的工程师或者他们的产品经理能看到，也许未来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呼吁出现这样的产品。那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评测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你朋友想买 X5 的话，欢迎分享这个视频给他们看一看，也许会对他们有些帮助，也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评论、转发。那我们下次再见。